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。昨天，北京冬奥会正式进入赛事运行阶段。冬奥会就要来了，我太激动了。咋的？你参赛了？这么说吧，我上一次参加冰雪相关的比赛。被誉为冰上芭蕾的花样滑冰，人美舞姿好，堪称艺术和技术的结合。还有高山滑雪几乎是无辅助动力运动中速度最快、危险性最高的项目。还有技巧类滑雪则需要运动员在腾空中完成动作。太刺激了，我这小心脏本来看个冰壶就足够热血沸腾了。那你沸点还挺低啊。嗯，哦对了，这是北京冬奥会的两个吉祥物，冰墩墩和雪融融。好可爱啊，我想要。果然这才是女孩独特的关注点呀。